曾志乔与陈亦儒结婚四年，日前公开怀孕喜讯，近日更举办性别派对，向大家宣布肚子里怀的是男宝宝。他也在社群抛出影片，并感性向儿子告白：“亲爱的孩子，我是每天跟你黏在一起的妈妈。老实跟你说，一开始在筹备这个派对的时候，我心里有点拿不定主意，想要为我们办一个派对作为美好的纪念，但我又不想要办性别派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男孩或女孩总是有太多的期待和标签。可是你就是你啊，独一无二的你啊，真的没必要再强化那些框架了。虽然是这样想，但是心里又觉得办性别派对可以戳破大气球的那一刻实在是太好玩了，所以基于贪玩还是办了性别派对，结果还真的是超级好玩，请你见谅，希望你也觉得很好玩。今天所有的布置，不论是用各种大大小小的水果在象征宝宝一点一点长大的花艺设计，以温柔疗愈的绿叶为主题的气球布置，还有绿咖为你准备的各种可爱小点心，大家用心为你取的小名，亲手写的卡片，以及我们没有选粉红色和粉蓝色气球的小巧思，用妈妈最喜欢的绿色代表女生，爸爸最喜欢的白色代表男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对你的爱和祝福。不论你的生命将会经历什么，希望你永远记得在你的生命里爱你的人好多好多，这所有的祝福会像阳光和雨水一样永远照耀着你，滋润着你。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哦。